拉开窗帘，能远眺101大楼美景。台北金华酒店对抗疫情冲击，祭出超杀优惠，豪华客房下杀3.5折，一晚来到6000元，入住再送8000元抵用券，业绩还是救不起来。金华23号股价重摔，跌破100元，中场收在94.8元。董事会也提出自救方案，包含董监事将不领取2019年酬劳，高阶主管减薪30%，开出饭店业第一枪。是靠董事啊，他们减薪的话，可能帮助是有限。可是呢，对于这个实质上面，心里面，尤其对员工的这个看在眼里啊，因为对员工的士气来讲的话，会有相当大的帮助的。减薪稳住营运，其他饭店目前没有跟进，但还是努力用行销活动吸引入住。尤其面对即将到来的清明连假，凯撒饭店体系一晚2000元送1000元抵用券，君品酒店每晚房价下杀2.2折，还可以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。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至少让大家先去住。对于他来讲，房间空着也是空着，与其是零，不如呢有一些收入可以进来。所以对他来讲，其实成本是相当相当低的。武汉肺炎疫情延烧，饭店业成重灾区，住房率跌到个位数，多数业者对外祭出优惠，对内高层减薪，员工放5星假，开源节流，想办法挺过冲击。山泉许志雄方向台北报导。